湘渝铁路，是沟通我国中南和西南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它东起湖北省襄樊市，途经陕西安康地区，西到四川省的重庆市，全长916公里。湘渝铁路沿线自古以来被人们视为畏途，据历史记载，这一带风有千盘之险，路无百步之平。今天这条铁路的建成是重重天险变坦途，实现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人民修筑川汉铁路的夙愿。它吸引着我们沿着这条钢铁大道去观光一番。襄樊市是襄阳和樊城的总称，这座古城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城西的古隆中是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的地方，传说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诸葛亮分析当时的全国形势，为刘备提出了一条统一国家的方针策略，这就是脍炙人口的隆中对。诸葛亮在27岁时离开了隆中，成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若问襄樊千古事，山河常在景色新。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城市面积比解放前扩大了10倍，市容焕然一新。襄樊地区盛产棉花，因而建立了许多棉纺织印染联合企业，他们生产的各种细布、毛巾和被单色泽鲜艳，美观大方，畅销国内外市场。在国民经济调整中，襄樊的地方工业注重经济效益，走联合的道路。通过联合，轻工、电子等现代化的工业产品也得到迅速发展，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旅客们，开往重庆方面去的列车开始检票进站了，请大家带好行李物品，在一站台上车。进站时，请大家不要慌忙，年轻人要照顾老年人和带有小孩的旅客，请旅客们按照先后顺序上车。我们就要离开襄樊车站了，古城襄樊，我们衷心祝愿您永葆青春。
谁啊？来，在旅途中，我们看到了文明服务、礼貌待客的好风尚。我这个回民，我在这儿不能吃饭，我带你一块饼，你能不能帮忙给我回一下？完全可以，接吧，行了行了。在餐车服务员的帮助下，这位回族老大爷按民族习惯吃到可口的午餐。列车员们对待旅客亲如家人，把心灵美体现在平凡的服务工作上。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好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列车从襄樊西行，驶过湘渝线上最长的仙人渡汉江大桥，进入险峻的武当山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列车穿过了武当山隧道，新兴工业区石岩市便展现在我们眼前。湘渝路通车以后，我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和发展如虎添翼，每年都有成千上万辆新车送到祖国的四面八方。从武当山到陕南，峰峦重叠，向来是交通闭塞之地。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写过这样的诗句：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今天火车的鸣叫打破了险隘连千里、秦塞路难行的局面。横跨汉江急流的紫阳大桥，墩高76米，是湘渝线上最高的一座桥梁。列车穿过马柳山，这是筑路工人挖空山腹修建的能同时停放四列火车的车站。像这样建筑在隧道里或桥上的车站，全线就有36座。在陕南和四川交界的地方，铁路要通过著名的大巴山区，这段大约70公里的路程，列车就需要穿过78个隧道，跨越87座桥梁，穿山展线，迂回重叠，才爬上300米的高差。我们乘车穿过号称地下长廊的巴山隧道，沿途看到这么艰巨的工程，怎能不敬佩当年修筑湘渝铁路的英雄们
建立的丰功伟绩呢？迎着朝霞，我们进入四川省的达县地区。这一带曾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这些保存下来的革命史迹，反映了当年红军和700万根据地人民的伟大气魄和决心。今天这个理想终于实现了。这是当年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今天在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指引下，农村集市贸易又繁荣起来了。七块六九五，三一号的钱呢？政策对了头，激发了广大社员的干劲，沿途的山乡城镇变得更加富饶美丽。因地制宜建设山区，广开门路，发展多种经营，兴办各种小型工业，使山区人民尽快地富裕起来。湘渝铁路的建成和通车，对发展工农业生产、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支援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列车通过华蓥山区，越过嘉陵江桥，向湘渝县的终点——古老而美丽的山城重庆驶去。旅客们，重庆车站快要到了，
在旅途中，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十分关心，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全体乘务员向旅客们表示感谢。我们的旅程结束了，昔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声已成过去，一路上喜人的山川变化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